这么小个，看你能不能打赢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美小子。收到粉丝私信，在国际服的聚乐园里有一个可以让人物缩小的技巧，你们看一下我的队友是不是变小了很多？这个技巧在队友和敌人眼里都是能看到的。方法我放在后面，这次先和小猎豹比比谁厉害。一局打完，再让你和我打一局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其实变小并没有啥用处，伤害什么的都是一样的。不过其他人能看到的话，还是值得一试的。那这个操作是如何做到的呢？方法非常简单，找到聚乐园里的这种休闲桌子，乘坐上去后再离开就可以了。没错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这样你就比其他人小很多了。那要如何取消人物缩小呢？来到旁边烤鸡的桌子，乘坐再起来就可以了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试试啊。好了，我是南美小猴子，视频最后还是那句熟悉的台词。